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西沃克斯啊，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版 Vlog。刚才呢，大家从片头看到了那款白色的这个奥迪 R8 呢，确实我也特别想开。在开始拍摄之后呢，得到了升级的优待。今天呢，我们升级到了我身后这款金属灰色啊配备的 V10 发动机的 Spider R8 跑车。它呢提供了七速变档，它呢是四轮驱动 Quattro， 然后它几乎就是顶配，因为它的导航也有啊，什么无线手机充电都有，然后还是 Banout 的这个汽车音响，马力非常强大，它应该是整个现在我们这个能够试驾到最快的奥迪 R8， 提供了611匹马力输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四个轮子，前面这个轮子呢，它的尺寸呢是 24.5， 那后面是 30.5。 为什么后面高前面低？因为这是标准的跑车的一个配置，一定要前面低一点，因为你要往前冲。就跟随我感受一下这个百公里加速只有 2.3 秒的奥迪最快的跑车。车身上超级多的碳纤维，哎，碳纤维的钢板，发动机隐藏式的开门手阀在这里，然后这辆车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呢，缺点就是当你把钥匙拿出来之后，会发现这个钥匙呢跟普通的奥迪车钥匙没什么区别，它上面没写什么奥迪 R8， 所以你要开这个车，你要在什么酒吧里去装样子的话，可能这钥匙呢不太适合你。整个车身的内部呢，当我坐进来一瞬间，我会觉得这一次呢比以往的在乘坐上的享受呢是要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很早之前呢，我试驾过另外一款奥迪，但镜头当中呢，或者是视频当中大家没有见过，那个座椅非常不舒服。这个一进来之后，感觉相当的舒适。也就是奥迪呢，在新款的车呢，它改进了这个乘坐体验。那钥匙呢，就可以随便放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对不起，我就把它放在副驾驶。然后我们看内饰，内饰呢，整个是手工皮革制作，然后这边呢非常滑润的一些操作，现在这中控部位呢有很多碳纤维的材料，整体乘坐和操纵感非常的强劲。它在它的方向盘上呢有巨多的按钮，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是调整这个音量多媒体的，这边有这个电话接听，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驾驶功能呢，改变驾驶模式，竞速模式，方向盘的两侧呢有这样一个换挡拨片，非常容易按压。这款车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敞篷的，在加州呢是非常适合这边的阳光和驾驶乐趣的。当然现在的温度呢稍微有点低，那我就把这个棚呢先给关上，大家看看关棚的效果，动画效果。但后来想一下，既然是敞篷跑车，那试驾的时候一定是应该敞着棚的，对不对？看情况吧，如果说敞篷的风太大，我就再把棚搭上，现在把棚再敞开。支持无线充电啊，这手机先放到这里。哎，充着电。这款车呢配备了 V10 的发动机，所以它的这个声音应该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听听。OK， 我们兜一圈。刚才呢外面刮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风，所以为了这个收音的效果呢，我把这个棚还是关上了。后边还有单独的一扇窗啊，这边要关一下。好了，正式出发，现在就非常安静了，我们现在直接把车倒出去。这个车呢要比我之前试驾的可能2016款的那个 Spider 呢方向盘也轻了很多，防噪音的处理呢做得非常的棒，因为之前那车真的是把这棚关上之后依旧非常的吵，整体车身呢
感觉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快啊，就感觉还是挺稳的，底盘非常低，所以在下坡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哇，我这次真的要先夸一下奥迪啊，在这个新款车上呢，我觉得这个 R8 呢，试驾体验呢跟我们那普通车呢是相当像的。那我们给脚油门，现在试试这个二点，等一下我们上高速试吧，或者现在试一下，感受一下加速度，希望镜头不要挡。哇，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惊人的，这个加速度还挺奇怪的，真的是以前试驾 R8 的时候我感觉驾驶体验挺差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这车只能说摆摆样子，但现在呢整个这个驾驶体验真的是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很多，就不再是一款传统的这样意义的跑车，也可以变成平时如果说你不在乎油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家居用车，真的很舒适。然后悬挂比以前好多，以前的话如果路面颠簸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感觉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会颠得还有点膈应，但这一款呢完全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就上高速稍微给脚油，再感受一下这个速度。然后它的方向盘呢，这防滑做的非常的棒，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凸不平的这个一个设计，你会发现特别粘手啊，不会说滑一下，这样在驾驶的安全隐患上呢减少了很多。我们加个速度，然后这边呢我可以调整这个驾驶的这个模式，我们先选一个，现在属于正常，我们把它选成那个高动态的，这样的话我会发现它的那个发动机呢忽然间啊感觉变了个速，我们再试试这个加速可能会更快一些。这才是真正的奥迪R8，发动机的声音，它的速度。好，我们现在赶紧趁着这个车流量很少的时候先出去。然后现在 ，Oh my god！ 现在我发现这个车啊，油好像不是特别够了，得赶紧回去，还能只能开30迈。好，我们看看这个转向，转向非常的棒。哇，我们现在调成这种高性能模式的时候，真的是整个车都不一样了。好，我们接下来试试这个拐弯的性能。好，摄影师抓住了啊，等会儿我就甩了，我就开个玩笑。好了，直接走，可以加速。有点赛车的感觉，速度与激情。贴地力做得非常的棒，现在速度是极快的，但是它呢会感觉到这个车身并不会让你感觉会甩出去这种感觉。哇，好，最后一脚油平直，看它的刹车，哎，刹车非常的棒。OK， 这就是今天试驾完我一身汗，因为没有开空调，打开车门就好。然后下车的时候他会提示我说我的手机呢还在这个车里面，所以他那个挺人性化的吧。哎呀，当这辆车呢改成运动模式的时候，着实让我吓了一跳，会感觉到他那个发动机忽然轰一下。大家知道它的用途啊，就是哎竞速可以没事开到跑道上感受一下。然后这辆车呢，大家知道这个要装东西只能放在前面啊，我们可以把前面箱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里边呢，说实话啊，你去个什么就超市啊买点菜什么的是可以的，但行李箱都放不下，所以这辆车的用途大家也知道，简单明了了。然后前面的这个激光灯呢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然后奥迪呢被
在车里边被称为这个灯厂，所以它的那个前面那个前头灯啊做的特别的漂亮。但是它发动机在后面，所以它这边做了一个侧翼进气口，也是把后边的这个威士发动机进行最大限度的降温吧，算是。整体呢，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高配版呢，在科技含量上呢，要比以前高太多了。尤其大家看得到这个正面那个12.1寸的这个液晶屏上呢，显示的那种非常高清的这个地图，会感觉到，无论你速度多快，它的反应是相当快的，你不会迷路，是不是？也在驾驶的安全性上呢，提高了很多。那今天呢，这就是，驾驶了奥迪2020款在 R8 系列当中比较高端的 Spider 版本。那当然它还有更高的，比如说那个限定款。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当你说到奥迪 R8 的时候，这种车呢它都是限量的，包括那个只有一辆的白色，还有它的10周年纪念版。但是这款车呢是这个车厂的镇店之宝，所以这也是最贵的。多少钱呢？如果大家想买到奥迪 R8 呢，最低呢是16.9万美金，但是这辆车呢已经达到了税前是22万，将近23万的样子。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我发个邮件问问这车的情况，如果想买的话呢，记得发邮件聊一聊。好了，这辆车试驾完了，我就把车呢物归原位，开到那个前面，然后最后我们伴随着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再走一个，即使是小于10迈的速度也要系安全带，这是驾车的安全一定要做到的哈，所有的车主一定要做到。然后启动，出发。好车呀，好车，有钱真好，没钱就走着忘了。对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以后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奥迪的车，哪一款大家留言评论随便说，你想看哪一款尽量满足你。So much.